嗨，你们好，我是阿什戴克斯。很多人都问我在长江探险途中怎样一直能喝上安全干净的水。我有好水型过滤水杯，从我创造第一个世界纪录穿越蒙古时就已经使用。然后是马达加斯加，我的第二个世界纪录155天的探险，从南到北穿越了8座高山。我一路穿越丛林、沙漠、高山，克服了熊、蛇和各种野生动物的挑战。现在我站在长江岸边，江水并不干净，也可能被污染，但是用好水型过滤水杯就没有问题。我只要把江水盛入杯中，就能喝上安全干净的水了。不用水泵，不用氯消毒片，不用烧开水，这个过滤水杯我用了好多年，对全世界的环保做出很大贡献。就这样喝。好水型过滤水杯让我随时随地都能喝上健康好水。 Watertogo 好水型。